我今天回去要自己回去。我当然知道很远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坐高铁回去。每个星期二在竹东。建敏，少买几样东西，那就下礼拜再来啊。建敏不可能啊，小平不可能跑到新竹啦。
我讲，这拄好咧，家己要食拄好，这不是话伊个细尾是你心肝伤大啦，这要偌大只，你拜托了，你后天拄好食，你准备炒金华上好食哩。你哎，我平时十块，只要十块钱就包啦，你准备台要台包肥菜，你包肥你要三下菜，上尾能食啦，真系，上尾能食，上少最是个万年富贵菜，上尾能食真系，那个三十块要比较真系，真大呀，真大。来王博，来抓紧，你要抓紧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真的？王博啊，他工作不忙，我不忙，不急。我接，我接，我接，只会卖接，不老就闹个接，不来真。一百了，现在一百了。一百。现在一百了。快交钱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对吗？哎，是啊，哎，没火气啊，是啊，够好的。没问题啊，我再来。哎，交钱，哎。我做好每天，我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我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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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我对新竹不熟，不熟。对你更不熟。你哪里啊？我中部人啊，中华人。我可能台北比新竹还熟。中科啦，即话拢到做啥呢？做啥到白龙江？做啥一条路直直接啊？麦开二十间，一条门一条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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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哋来。我哋来，我哋来，我哋十几人，第十几、十几蚊块，十块钱，十块六，十块六，十块六，十块，我真系十几双块来。哥哥在台北啊？你比我大，大几嘅，十几嘅，十块块，十块，我只冇人，十块，十块，十块钱，十块钱，几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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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笑较长的，笑较长的。人遐大只，手卖遐短。就无你钓，我来去做大钓。你做大钓，你钓我来钓。真系无做几件无啊，几件啊，几件啊。你今年好了，第一次去钓，今年三百块钱，结果来到来，回来到来，到底现在怎么样？今年三百块，就离我好两百块来，三百。走，还没走啊？还没走，还没走。你要自己记住啊！过来，别动，别动，训练一下啊！起来，过来，到底做点啥嘛？要不等你点啥嘛？等我来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我过来过来，三百件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加油走！三百块钱，三百块六，三百块嘛，三百件。哎呀，就那点就会磨你啊！两个就。对，就点就问，卖工不要三百下，四点五点下，就来，就包六七点就包下来，不就就回下来，不就下来，包六就包一百块下来，一百块下来，七点就包下来，包四个点下来就下来，还不，一百下来就包六，不就包七点六块钱，赶快，你不要就不，你不要就不生气，赶快七点六块钱还不，一百就包完，多包完，多包完，就来，我收来那个，了解你做多块钱，你会先不要，别你们卖下来，哎。我来拿来，你来付钱来，你包来，包钱两百，你包，你包一下，大家一块钱，你包来，我来拿来，今天付钱两百，两百块钱包下，两百块钱，包下你来不？再不来，还不啦？还买了啦？这两百块钱，你包两百，再来不要钱，我们就钱了，黄油不？我们就黄油不？我们就黄油，我们就黄油，黄金啊，我黑啊黑啊，我们就黑不啦？我们就黑不？我们就黑了，我们就黑了。我不这样，这样讲对的，这样讲对的，这样讲对的，要用的呗。这样讲对的，就播了。夕阳证明是竹东这边固定星期二，每星期二。
因为斗六厂那边不租了，不给租了，不给租，所以就跑来苏东了。哎，真系，咁多人真系好中意啊！真系，一只行开，一行开就咁，一下一下又真系，同埋啲阿古南嘅又要嗰啲人行嚟出去哦，一只咁多嘢，真系，第一先我哋见起哦，一到十百，第一斤半两百到两百，十百好真系，咁咩钱真系，咁咩钱能斤半下，咁咩钱能斤到真系，斤啊你一到两百到我哋，又咩啦？咁咩钱真系好快咯，好快，成千上百啦，两千人两百到三百啫，成千上百啊，本地冇话真系好快，乜冇话乜唔系，本地冇话真系好快真系，冇话系好快，日都真系快。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都是为什么不给租？斗六那场原本的房东就有租给了，而且就是月租的。然后租的那个人看到直播之后就说：“那你已经说我那个走了，所以就不能租给你，知道吗？”小姐，你要吗？来，还有吗？好啦，我赶快，大概给六个客人，就来给你，来给你，哎呀，不行，你叫我来，来给你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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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打给你，来，真的给你，来，等一下，别，别啊，你找呗，还没找，还没找，电信新买的，电信买个电话，上香，上香还要另外呀，我再贵的，我叫谁？电信啊，我讲你来，我做，我喊你。两块好像，你看，去完了。我比你比你两块多一点哟。不结巴呀？他包两块钱。够得了吧？来。今天给两千两块钱，今天你好，第三包来呀。我这个小，新菜鸡啊，容易在三缸，在三包了，还是很难。他说真的啊，我不直播你们会知道几个人。看到来买的票，很好。OK， 谢谢。你看不到东西哈。我把荧幕亮度拉高，你看荧幕就好。对。不会照到。不会。只照前面，你看荧幕就好了。我把荧幕亮度拉高。你要什么跟我讲，我跟他讲就好了。三百。好，等一下子，五百块。给我加一个。不行，这样，这里给你加。你要吗？挺好。还要购物吧？啊，还要购物吧？还要购物，蛋姐，蛋姐，蛋姐哈。你们加购两个杯底。蛋姐，蛋姐。蛋姐，等一下。你们等一下。拿钱了没有拿到？他那个是。钱早就给了，没有拿到。五万。他打给。打给啊！他打给你，你他说六个，他那边有多两个。五到七。来，这个快。这个快过。这个快。又赚钱又没赚到钱，赚钱啊！不过来，过我两个钱，过我一波。来，这就来这了没？那个赚这个快，哇！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啊。来再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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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我帮你，我帮你找钱就好了。嗯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要看我要买什么。我买了，我买了。你是？我买了，我买了。三百块，别走哎。五块。要几千来？来几千这边。来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鱼吗？石墨鱼吧。石墨鱼啊。对。他会整包卖的，是吗？可以啊，你让他叫他卖。你很早就来吗？6点。竹东中央市场，这边是仁爱路。来，小姐姐，老板。是。老板，你好。你是讲社交号吗？不会。虽然我有八分之一客家血统，但是我不会讲社交号。来，叫两个要不要提哦？叫两个要不要提哦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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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肉怎么卖？等他卖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帮你喊。五倍券有。好多一样啊！我这块没毛好，快点！我这块不行，这块不行。你看，你这样一样，我再过来。阿伯林啊，阿伯林，哪弄啊？
啊嘛，你好，阿叔，阿叔，真好。好木料，冇只波西莲啊。阿嘛，你即系我用，你喺口用叫阴功啊，叫波比就没有啊。阿嘛，你即系用猪肠嘅料啊，系猪肠好食。以前你喺个鸡粮料口食，你食鸡粮料口食过猪肠啊，食过食过十，更加上过十啦。过十嚟，更加上过十。你是肥嘅，不好啊，我哋诶点讲啊？主要冇不肥，我都跟啲阿不肥，啲不肥用简单简单啦。你真係大，我真係睇喎，即係俾你咁睇啊！你只不過煮湯料，煮熱湯料啊！又即係一個勁嘅，又攞只煮咩料？煮湯料咁嘅，煮咩就好壞喎！真係，咩水咩就冇咩包壞，咩暫時又真係唔包，一賣都唔包，三蚊就賣真係唔賣，三蚊就賣真係唔包，唔賣你，啲土地冇人真係唔包，阿埋你唔中一盤咯，我講即係即刻一升，即刻升先啦！真係，真係唔賣真係。冇人唔包啊！啲人多嚟㗎嘛，一賣都唔包真係，包真係唔包啲。我在这里我要给钱，没有加入的，帮我多加点。嗯，看没关系啊，看就好了。不用啊，不需要订。可是你有订阅的话，就是我的直播比较容易看得到，比较容易看得到这样子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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